网上流传呢一条相信系由乘客所拍摄嘅影片，见到一架白色私家车沿住弥敦道往太子方向行驶期间，慢慢 cut 过三条线，由快线飘到去慢线，撞到路牌先至停低。有途人吓到弹起，不过亦都有人好淡定，好在就冇撞到任何人。Oh my God！